朋友们好，今天来赶海了。今天温度很高啊，穿了这种卫衣还有点热，我们抓紧时间下去看看啊，正在退潮。哎呦，八爪鱼一个，嘿嘿，这袋子底下八爪鱼不少啊，这个啊，收了，一个石头啊，看一下有没有蟹子，这东西没有，哎，有一个，在这里，嘿，有一个，回来吧，啊，在这里。收起来吧，小蟹子，收起来，皮皮虾冻啊，这个小的这个，哎，八爪鱼嘞，哎呀，八爪鱼，八爪鱼，还以为是个皮皮虾呢，哎呀，哎，八爪鱼一个，收起来吧，看一下。里边是皮皮虾还是八爪鱼啊？挖一下看一下，皮皮虾。嘿，太小了啊，这皮皮虾。这不要了，太小了这个。哎呦，走了。一个小洞，哎，在这边。这个洞太细了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又细又深。哦，这个皮皮虾小宝宝。这一点，太小了这个。你进去吧，我不要你了。哎，自己进去了。皮皮虾，哎呀，这个戴手套不行啊，戴手套它那个有八爪鱼试不到。我也不能确定每个洞里是皮皮虾，只能确定这个洞里有东西。哎，有一个。好嘞，一个洞啊，这个皮皮虾和八爪鱼，哎，皮皮虾又是一个皮皮虾，又是一个皮皮虾，出来了，嘿，出来了啊，收起来，嗯，来，在这里。在这边，在这边，怎么样？我给它扣大点，让它从这边爬出来啊！嗯，哎，我试了它，出来，爬，往外爬吧！嘿，我不紧了，它不出来。看，有一个，收了，一个猫眼螺，啊，它是寄居蟹，这是个。这小寄居蟹，哎，这出不来了。小寄居蟹，放它吧。